大家好，又有 Carry 啦。嗱，天气开始冻啦，真系，介系得十二三度啫。今日分享两款呢个山菜，啫啫山菜，一款咧就系虾酱虾米啫，另外一款咧就 XO 酱。嗱，两款都好简单嘅，好简单，但系好食，又容易买到啫。山菜而家通街都系嘅。嗱，最近有网友问我咧。成日讲 CC 字幕点样用嘅，首先喺条片嘅右下角有白色嘅，跟住我哋揿一下，然后咧隔篱咧系设定，跟住我哋又揿一下字幕嗰度，跟住揿自动翻译，自动翻译，跟住咧你可以拣你中意嘅语文啊，例如印尼文啊咁样啦，咁你咪可以俾你屋企嘅印尼姐姐睇下啦，呢个方法都可以参考一下嘅，就咁啦，又咁啊有印尼文啦。过去嘅所有片咧，都可以用呢个 function 嘅，因为我啲片咧入边都有字幕噶嘛，咁你系可以用揿字幕，跟住设定啦，然后咧字幕，跟住自动翻译，咁啊搞掂啦，跟住选你中意嘅语言 ，OK， 咁可能咧佢翻译得未必准嘅，但系都可以参考一下嘅，其实，咁大家有机会试下啦，好简单嘅方法，我哋介绍第一款先，嗱，首先咧唐山菜呢度咧半斤。因为我买了一斤做两个，这里有半斤，然后呢虾酱半汤斤到，这里不需要太多的。不喜欢虾酱可以用腐乳的，可以看我以前的片的。再有辣椒蒜头，虾米浸了已经。以前做过腐乳唐山菜的，那条片大家可以看以前的。虾酱咧，可能有啲人咧唔多中意食，觉得阵味劲啊，同埋咧海外嘅网友可能未必买得到。好嘅，好多方法嘅其实。咁海外嘅网友咧买唔到咧，可以用 warming 嚟代替嘅，即系罗马山，效果仲好嘅，当然啦更加贵啦。嗱，我哋先处理一下啲蒜头，我哋轻轻压烂佢，都唔轻轻嘅，呢个压落去嘅啫。然后啦，我哋切碎佢。一净系放虾酱咧，好寡嘅。有啲虾米咧，同埋蒜头咧，会香好多，更加野味。咁咧，你可以用我咁样啦，可以嗱，左手揿住个刀头，右手摆动把刀，咁样咧，好方便咧，可以切到嘢噶啦。除咗蒜头之外啊，洋葱碎啊，其他嘅嘢，你都可以用呢个方法嘅。左手喺前边摸住个刀头，右手摆动个刀柄，咁就得噶啦。好干净整齐嘅一个方法，嗱，少少辣椒，食到辣嘅就放啦。虾酱咧有少辣椒咧，吊起个味嘅。咁攞嚟食唔到辣嘅，咪落啲大只啲嘅甜椒咯，少少落去颜色靓啲嘛。嗱，就系咁样啦，摆埋一个碟度，方便啊，唔会漏嘢。嗱，跟住啦。嗱，我处理一下啲唐山菜先。咁买咗翻嚟之后咧，浸一浸水，浸翻去个零钟啦。咁如果大波得滞嘅，你可以搵手撕开佢，因为大家炒嘅时候咧，原来大波得滞咧系唔方便嘅。我哋撕开佢细块啲，咁翻去个零钟，尽量就唔好用刀切啦。其实手撕咧都好轻松嘅啫，一用刀切咧，嗰啲口咧可能会生锈啊，即系会变色嘅。嗰啲切口，嗱浸完一个钟之后啦，我哋洗干净之后咧，我哋将佢乾干水，用任何方法都得嘅。你嗱，你见我平时会有个格西嘅不锈钢嘅烂咗抌咗，咁咪用个蒸笼嚟顶住先咯。你谂得到用咩方法都得嘅，成日屋企冇乜所谓。跟住我哋烧热个煲，呢个系砂煲。咁如果你冇砂煲嘅，咁咪用返普通嘅镬就 OK 啦。嗱，烧到开始有烟，你见我只砂煲都有烟嘅。嗱，我哋落油啦，慢慢嚟，唔使急，落少油落去先，烧一烧佢。咁呢啲煲呢唔好太过大火，所以我哋用中火起镬，即係中火起煲，即係中火开始烧热佢。嗱，跟住呢啲油有烟嘅时候呢，我哋放啲虾米落去。虾米呢你检查下佢。背脊有冇啲黑色嘅线？有咧，起咗佢。
跟住隔水，跟住先好炒喎。炒香啲蝦米，你会睇，你会闻到好劲嘅香味嘅。跟住咧，我哋可以落埋啲蒜头啦，同埋小辣椒落去噶啦。嗱，好简单啊，好快食得噶呢个菜。炒香佢，你会睇到啲虾米咧有少开始收熟咁样嘅，干身嘅啦开始嗱，睇下咁咧 OK 噶啦。跟住咧，我哋将啲虾酱放埋落去。嗱，保持个中火唔紧要嘅，唔可以用砂煲系唔紧要，因为个底好厚噶。用铁锅嘅时候咧，炒虾膏嘅时候咧，个火可以收细啦，如果唔系会窿嘅。嗱，好香噶啦，而家呢个时候嗱，炒香咗啲虾膏之后咧，我哋落少少酒落去，即系绍兴酒。冇咧，其他嘅厨酒都 OK 嘅。然后我哋将啲菜放埋落去生炒。嗱，保持中火啦，放埋落去，我哋慢慢炒。嗱，慢慢嚟，唔使急嘅。我哋不停咁将佢啲菜咧转换个位置就 OK 嘅啦。嗱，好快嘅呢啲菜，其实呢个唐山菜咧生食都得嘅，当然啦，洗干净啲先喎，系啦。我系包住嗰啲炸嘅嘢嚟食咧，好正嘅啦！炒到咁上下，你会见到咧，佢已经开始熟啦，即系已经开始收熟啦。嗱，咁基本上已经 OK 噶啦，食得噶啦，咁样就唔需要落盐，唔需要落糖，够味噶啦。当然你可以试一试味嘅，你觉得觉得唔咸咪落少盐咯？你嗰阵想有少啲咁多多，你可以落少糖落去嘅，但我就尽量都唔落咁多糖啦，食得。啊、好嘢味噶，好简单嘅方法，冇煲你可以用铁锅嘅。等间下一个张生菜咧，我就会用铁锅做嘅。麻烦等间其实可能有广告、啊，你可以一边欣赏美丽嘅广告啦，一边帮狗狗、猫猫扫背啦，厨房呼吸嘛，或者骑楼行下嘅。唔该唔该。第二个仲简单，都系半斤唐山菜。有啲 XO 萬用醬，我以前做過嘅，你可以睇翻我以前條片噶。蒜頭，嗱我哋洗咗啲菜之後，嗱又同一程序啦。浸完菜、洗菜，然後加水。嗱加咗啲水咧，好炒好啲嘅。兩粒蒜頭，一樣咁樣，我哋又係切碎去。就是咁啊，好简单。左手揿蛋，左手揿住个刀头，右手摆到把刀。嗱，就系咁样切甩屎都系咁样噶啦。即系嗰啲果仁咧，又系咁。有时你整蛋糕嘅时候要切果仁咧，呢个方法系好正嘅。嗱，跟住我哋用铁锅啦。嗱，中火起锅，烧佢只锅。留心啦，我只锅咧，上次开锅嗰时咧，可能有少少过浓咧，咪有少黑黑地、啡啡地嘅。有网友问我啊，咁样用唔用得噶？用得噶，冇所谓嘅，其实。嗱，睇下我只锅都系咁样咋，唔需要担心嘅，啲铁锅好稳阵，好安全。嗱，佢落油啦，啲油烧热啦，收翻慢个火，收翻慢个火，我哋落一汤羹左右嘅 XO 酱落去，然后我将啲蒜头落埋落去啦。嗱，唔好咁大火，因为咧 XO 酱已经煮过嘅，你再大火咧佢又会窿噶啦。嗱，我哋而家细火先。撥翻炒翻香去，嗱，跟住我哋落生菜，落完生菜之后咧，我哋将个火提高佢啦，开大佢啦，呢、这个时候先好开大，咁样啲酥酱冇咁容易窿噶。又系咁将个半斤菜咁样落埋落去，跟住咧又系咁啦，慢慢炒，唔使惊唔会窿嘅。你睇下我就咁炒啦，炒咁上加埋其余嗰啲落去就 O、OK、K， 一下子你可能处理得唔好啊，咪分开落咯，系啦。嗱，继续啊，抛唔到喎，唔紧要啊，你好正常咁将佢不停转换位置咧，咁 O K 啦。而家喺呢个时候咧，嗱、这个菜我哋要落翻少盐落去啦，少少就够噶啦，睇下扯一扯啲味出嚟。你睇 XO 醬咧唔夠鹹嘅，係啊，要落翻少鹽或者搭翻少少酒落去。落酒嗰時咧喺個鍋邊落咧會香啲啦，差唔多啦。嗱咁就得噶啦，因為我等間會用煲仔嘅。嗱，跟住我哋準備個煲仔，冇煲仔咧，你就炒多陣間，跟住放落只碟度咧就搞掂啦。
有煲仔就会更好啦，冬天啊，冬天你放个煲仔喺张台度都感觉舒服啲啦。咁麻烦未订咗，请订住，订住系免费嘅，喂，俾个 like 我，呢排啲 like 唔够啊，俾个 like 我，分享俾朋友啦。咁我逢一三五下昼嘅五点半钟上片嘅，朝头早喺社群度会重温以前嗰啲片，大家留意一下啦。嗱，食得嗱轻住嚟食咧，而家就会更加香嘅。好有风味咁样，嗱，好嘢味，好嘢味。嗱，呢种咁黑色嘅煲咧，就会比平时我用嗰啲砂煲咧更加实正嘅。但都要睇某个牌子啦，当然有啲都未必得噶。嗱，搞掂两个生菜，啫啫嘅。咁希望大家中意啦。今日咧差唔多啦，多谢各位收睇，拜拜。